我就说弟弟，你有没有电话可以给我，或者是 LINE 啊？哎呦，弟弟好，很可爱啊，很日系耶。我觉得妈妈会喜欢这种。就好，请问你几岁？18。所以你应该才刚进便利商店吧？对啊。你做了多久？刚做一年左右。你觉得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不好玩？为什么？那为什么还可以做一年？因为全家太多事情要做了。你刚是要把你们的店名讲出来吗？对哦，超商。所以你也常被搭讪吗？一天也是，因为我旁边就是学校，所以都被学生搭讪。一天大概多几个？学生可能会有3-4个，然后也会有阿姨。阿姨？你是说已经结了婚的阿姨吗？懂吃哦，阿姨。阿姨会跟你说什么？阿姨会说：“弟弟，你有没有电话可以给我，或者是 LINE 啊？”哎呦！阿姨大概是几岁？看起来有从30-40岁到60-70岁，感觉都有。60-70岁还跟你要电话？对啊。哎，所以每一个人跟你要，你都会给吗？没有，不会。就是看她漂不漂亮才决定。对。所以漂亮你就给。对。OK， 好。所以一天至少3-4个。3-4个，差不多。那你觉得自己0到10分多帅？你给自己几分？5分而已吧。哎呦，这么没自信。谦虚的，年轻逻辑的招，这个不错，真的。5分会不会就一拿下来，我们大家就说哇塞，怎么可能值5分？应该是想你是想要追求这个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刚刚那个11分拿下来，他就说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佑豪的真面目喽，3、2、1，请拿。你好，很可爱。鼻子哎，有，而且脸好小，对，才没有鼻子。请问你是自然卷还是烫的？这是烫的，好可爱。这是那种小卷是不是？这大卷哦，这是大卷吗？嗯，所以你把它像波松，它有那个没有烫的头发样子。但是哇，你还套雪饼滤镜哎，网红等级哎，好年轻人。那你看，对自己的脸很有自信吗？没有啦，那是滤镜的功能。没有，你会摆出这种表情，就代表你是自恋狂。真的，你觉得他做得出来吗？那个眯眯眼那个，你敢？然后手还要这样弄个，应该可以哦。头痛，那是头痛，太阳穴不舒服。大小眼呢？对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其实超帅？对，有时候会啊。有时候，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帅，好不好？刚洗好澡的时候吧。就是头发整个湿湿的，头发湿湿的，看起来更卷。你要不要现场示范一下那湿湿的感觉？真的吗？这样我们可以让你湿湿的，你会更帅吗？会。然后也，他都会哦。有水，你就可以了。你要怎么弄啊？他只要有一点点沾到就可以了。只要有一点沾到，嗯，大概这样。有点，你帮忙，然后用那个，哟，哦 ，OK， 人家刷照片，好像哎，还用清刷，对对对，刷整频道，你头发卷，那个水进不去哦，我觉得你水进不去，对对，你要水一直弹掉，这样，对，确定，水进不去，真的，我看过，我懂，那个水真的进不去，你中华，中华是那种湿湿，你要帮他弄一下中华，颓废感，颓废感，中华你还帮他弄了。你要的是颓废感是不是？颓废感吗？他那种不经意的那种，对不对？不够湿，他这个要枕头会举不起来。对，那就要洗头。没有想到哎，整个像湿发那样子。有，这边直接倒一点点这样，这样就会比较卷。有好变好卷哦，好像运动员哦，你好运动员，你刚打篮球吗？感觉这样子抖很久，好像泡面哦，比较美式的。啊，可是他一直在滴水耶。是啊，感觉太湿吗？你确定吗？是吗？不会湿成这样。哦，帮他擦一下。刚滴水的时候，很像那个泡面戴在头上，然后在滴汤。结束了。所以你现在有更有自信吗？因为头发湿掉。有啊，有。好帅哦！进来了。好，现在让你讲那个便利商店工作的那个坏话。他会有学长学弟制的感觉。有，你说比你早进去的店员会欺负你吗？就是老鸟会，怎么欺负？就是可能原本是大家平分要做的工作都有分配好，嗯，然后他可能自己资历比较深，你刚进去他会都叫你去做。那你可以说我们不是分配好，你干嘛这样子？但他会觉得仗着自己是老鸟，嗯，
你要学习啦，你要学习，我们都会。那可以跟店长求救吗？通常不太敢啊。为什么？基层的人员比较没有那个勇气。所以店长地位是很高，是不是？店长上面基本上都还会有老板，所以店长也还好。对，没有还好。没有。最重要的是老板会被消失，会被消失。所以还有什么呢？要搬很多重。奇怪，对啊，很奇怪的客人吗？有喝醉的吗？有，我们有遇到一个喝醉的，然后他那时候就买酒，他已经闻到很浓的酒味。男生？对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年轻人吗？应该是中年，三十几岁。你是不是觉得脸上还有水？谢谢。因为他一直在滴耶。哇！这样的姐姐跟你要 LINE， 你会给他吗？当然给啊，我加他就好。哎呦，原来你都这样子啊！这样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有。因为刚刚很水。那韩族那个姐姐跟你要，你会给他吗？对啊，基本上都可以嘛。可以的。那中华呢？那个男生？跟他回家。跟他回家？为什么？他很帅啊。哦，他是你的菜。不是我的菜啊。刚像这样很像。对啊。因为我一直在怀疑栋哥了。周末假日会去 gay bar 吗？偶尔来，没有去跟着去。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 ？S 姐。哇 ，OK， 你 gay 到爆。